概还是活的，结果冲了水之后它就闭起来了。但是如果你一刀进去把它的闭壳肌斩断的话，那就又可以打开了。然后打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三倍里头超多沙的啊，这次弹得不够齐全，哇，很坚持。尴尬，老亏。哦，开了，就是剖开之后，因为中间被我直接砍断了，所以你就看到超多沙。对，所以虽然想要吃新鲜的扇贝，但我觉得如果下次让我选的话，我会买直接杀好的，比较省事。